这回就来记录一下我的行动帐篷。用心料理爱的早餐，今天的早餐加一位就是鲤鱼潭的湖景。用餐时发现有云瀑，所以赶紧记录起来。你说这是几星级的美景呢？照例要走步道，来回一趟，大约5公里。常来的应该知道，这些猫在这里很久了。要蹲下来，啊，喵咪。回程的景色依旧优美，我们的泊点位于延寿亭旁的停车场。老婆茶道清醒，趁着好时光，品一壶好茶吧。待下回再见。